我去，不是吧，人猪分离，抱本砸墙两不误。没错，这就是十五本全新兵种超级野猪骑士，一个要伤害有伤害，要血量有血量的兵种。这个兵种真的是猛的一匹啊！除此之外，还出了一个新的这个黑油兵种，守护者学徒，也就是俗称的小勇王。OK， 继续往下看好吧。这边的话，外面一些建筑也提升了一些等级，比如这个鸟炮就提升了6级，我去，伤害猛的一匹啊！还有这个4级的投石炮，以及这个工人小屋也提升到了5级，还有这个什么电磁塔之类的，好吧。这多提升了等级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陷阱也一样，好吧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王，这个女王蛮王提升到了封号斗罗级别，闰土跟永王都是各自提升了5级。这些兵种的话也有一小部分提升了1级的等级，你们自己上线看一看就 OK 了。 OK， 咱们继续好吧。在外面的话还有这个丑物也有两个提升了等级，这个狗子还有小牛啊，这两个的话升到了15级，其他的丑物都是10级，唯一他们两个升到15级，可能是策划看他们两个真的很少有人用吧。最后的话出了一个号角传音，这个类似于公屏聊天之类的，但是聊天的话需要这个魔法号角。这号角的话咱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获得，后期的话可能会出方法之类的吧。 OK， 就讲这么多了，剩下的你们自己上线去探索一下吧。拜拜各位。